7月27日，世界级模特环球大赛全球总决赛世界名模欢迎仪式及首场主体活动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北塘古镇举行。来自20多个不同国家的37名世界级名模首次在天津亮相，以此为标本，本届超模大赛总决赛拉开帷幕。娱乐99整理报道。